校园三十六计。班主任找你干啥呀？说我自习课瞎嘚瑟，咱班监控不是坏了吗？他咋知道呢？真服了。谁欺负你了，熊二？我新买的口红被老师没收了，还说我学习不咋地，成天就知道瞎打扮。那口红是我给我妈买的生日礼物。奇了怪了，这班主任最近这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呢？哈哈，你胆儿太大了吧，光明正大的玩手机，不怕班主任给你没收了啊？他又不在，怕啥呀，正好点个外卖吃。多贵呀，你咋总那么潇洒呢？不贵啊，我有饿了么专属福利，点评论区链接或打开饿了么 APP 首页搜索哈哈一笑，像我点的必胜客披萨只要9.9元，德克士香酥脆鸡堡三件套也只要14.9元，经济实惠，直接送上门。而且现在大牌特惠，新人专享美食只要1元起，下单记得搜索哈哈一笑。我回家也试试。老师走。啊，手机交出来。什么手机啊老师？没有啊。还狡辩。真没有。还得是你呀，哈哈，预判一手，提前把手机放在九妹书包里。把哈手机交出来。我怎么说我没有啊？这是什么？那看您最近批那么多作业，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我和哈哈去医务室给您拿的药。你们都是好孩子。王鬼子，以后别在外边胡说八道，你管上你自己得了。九妹，哈哈都跟我解释了，是老师误会你了。走，跟我来办公室把口红拿回去。晚间记。最后一排的超能力，九妹，你看歌星们，请你得写，你看你俩别吵了，你这牌子，你听你那个大义九妹自习课说话，我已经记名了啊，你们自己找老师解释吧。不是你大义，不是你说他至于吗？行了，都是兄弟，听我的，名单划了。啊哈，来不及了，那名单我已经交给老师了，而且我听说老师因为成绩的事心情不好，他来可能被找家长了。你酌情处理吧。行，下回做事三思而后行啊。哎哈，你这双 SE 挺好看的，这挺贵吧？啊，不贵，这是在神户 APP 买的，平台能帮你做好比价筛选，直接底价入手能便宜好多，关键正品有保障。现在点我评论区还有机会免费获得 Dunk。哎，回头我也让我妈去给我买一双。行。哎，我记得你表姐原来不是高考状元吗？她做的笔记还有吗？有啊，在家呢。咋你要啊？那不是学习笔记，那是你这次的免死金牌。哎，对了，熊二，你表哥不是咱们重点高中的尖子生吗？你要一套他们的试卷出来呗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晚上我就去找我哥。老师，大一和九妹他们知道错了，你看他俩连夜搞到了上届状元的笔记，还有重点中学的试卷，应该对咱们同学有些用处吧？是你让他俩这么做的吧？谁做不都一样吗？都是为了咱们班级好。还是你懂事，这次我就不找他俩家长了。哎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他吧。谢谢老师。老师说了，看你俩这么懂事，给你们一次机会。
后一排的威慑力。我看出来那一把轮不好了哈，学校门口又有人来找事了。你们几个在这干啥呀？主任，主任你咋来了呢？你干啥呢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各科老师的懒惰时刻。哎，这科咱们不讲课啊，做一下去年的高考真题。咱们一定要多练习啊，45分钟的时间，大家能做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。咱们下一科统一讲。来，课表发现。同学们啊，我发现咱班同学这个出师表背的不是太熟练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所以说这节课啊，咱们把出师表默写一遍，写完之后呢，同桌之间互相检查一下啊。你要先写完的呢，你就趴桌子自习一会儿啊，好吧。Hello everyone， 老师没迟到吧？那啥，这课咱看点电影啊。嘘，来看表，看电脑。哎，全体都有了啊，稍息。哎，立正。哎，体育委员出来来一下啊，带着大家做着热身活动啊，做完之后原地解散，然后注意安全啊。班主任的区别对待 MNCAC 的垂直什么平不是怎么的说上厕所上什么厕所上厕所下课干啥来着，别人都没请假就你请假上厕所，这课讲全是重点，我是等你还是不等你，烂鱼上了是牛，别变形 ABC 是一个菱形对不对啊，来大家把书拿出来啊。老师我能跟我同桌看一本吗，我忘带书了。你怎么没把脑子忘讲，饭怎么没忘吃呢，上锁怎么没忘呢，你现在跟他看一个，你高考给你跟他答一个卷得了呗，不要个脸站起来。大家把书都拿出来了。老师我没带书吗，啊那你跟同桌看一本吧，将就一下。嗯，好嘞好嘞好嘞。第四题选什么，大一老师这一题选 C 吧，张嘴就来呀，还选 C， 这题我讲800遍了还选 C， 啥别说了，照题抄20遍给你给我。下一题选什么，王老三老师这题应该选 C 吧，还选 C，不应该选 B 吗，我讲多少遍了，一看就没啥不听课，下次问问同学们为什么选 B 啊。我们往下看班主任的区别对待，衣服怎么好好穿着呢，是这么热啊，那我怎么没那么热呢，主要都穿帅去吧，那衣服不会好好穿呢，非得露个肩膀头子好看吗，你看看你自己哪有一个小姑娘，臭不要脸，告诉你啊，以后再这样穿就别念了，回去不知羞耻。老师我想找一下你们班大义，爹大义有人找，啥关系呢，老师我找一下你们班九文，你找我干啥呀，我是他老师，有事你跟我说。要么跟我说，要么跟他家长说，你俩有啥好说的呀？告诉你啊，咱班有些女生，别成天跟那些男生打咧咧，自己知道点深沉。有没有事儿？没事儿吧？没事走。我说你瞅瞅，咋的了？我让外班的欺负了。完蛋玩意儿。你先回去吧，你等我批完作业我去找你。老师，咋的了？他们欺负我。谁欺负你？臭不要脸，敢欺负我呗！杨老师一会儿还得开会呢。开什么会？开会，找他去。让你暗爽的流言蜚语。找一下你班哈哈。这是你班老师给你们留的英语作业。
啊，记住了 ，C 长。哦，好。哎，那不是鲜花吗？哟，他给哈拿的啥呀？不知道，好像是个纸条，都没要。你说校花在找哈哈呢，不是他俩不能认识。你听说了吗？那个校花给咱们哈哈写纸条了。我听说了。哎，那不说那女生可高冷了吗？那你说她写纸条是啥意思？妈，那哈哈可不智障了。哎，你说那纸条底上写的是啥呀？情书呗，还能是啥？你说那情书都写了，那得喜欢多长时间？那关键哈哈还没要啊，这咋没人给我写呢？你有人家长得帅吗？真的假的？什么真的假的呀？校花给你写情书，全校都知道了，有没有这事儿？哦，没有吧？你小子还给我奶奶撞上床了啊？你赶紧告诉我咋回事？哎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我上锁了。不是，哎，你给我讲讲，你小子，给我讲。让你爽的流言蜚语。咱车坏了啊！今晚上爸开你张叔大宾利来接你啊！别上错车了。哦，知道了。Tomorrow。嗯，你说昨天哈哈他爸开宾利来接。啊？不能吧？他跟我说他爸我工地上班了。人家就不能是开发商啊？啊？他咋干房地产的？上学去了啊！这电视剧净瞎演，这又咋瞎演了？那温州斩华雄的是孙坚，那你就不看呗。咱们同学们知道历史上真正温州斩华雄的人物是谁吗？不是关羽吗？是啊，那电视剧里头是啊。孙坚，你给我鼓掌吧。哎，你看人大一学习不咋地，这历史书可没少看。那写他们自己还有这两下子，能贯通古今了。你就叫浩然啊？啊，是学长啊，你帮着我身上把这给我。啊，谢谢学长。别老学长学长的，不好听。就哥。啊，谢谢哥。喂，拜拜哥。哥。嘿，这不小哈吗？疯了。他哥是高三老大。谁是我？昨天都听着了，他管高三老大叫哥。以后跟他说话注意点吧。我上个厕所。